的天，第一次看到蛤蟆吃蚯蚓，蚯蚓一直在反抗，蛤蟆是从那个它的尾部开始吃起了，现在蛤蟆一直，自然界，生存的法则，弱肉强食啊。这样子可以来观各位观众呢就可以看得比较直观啊，仔细一些。任凭蚯蚓挣扎，蛤蟆、蟾蜍呢也不松口，宣誓慢慢的先一点点正在吞噬它，它的嘴在张大，一点点的往前进攻。蚯蚓呢，只能是无力的，还在挣扎，还想逃脱蛤蟆的口中。看来已成败局了。再来两三口，这个蚯蚓就要被吃进肚子里了。肚子鼓得好大呀，这条蚯蚓也是。这条蚯蚓真是硕大的一个蚯蚓，马上吃，马上吃，还剩一个头了。看到嘴边，看到左边，再来一口就吞下去了。好，全部吞下去了。这是蟾蜍把一个蚯蚓，大蚯蚓啊，就是。全部吞下肚子里了。OK， 我们再看下一个。